마지막 무신 사람도 좋아하는 쇼맨! 마지막 무신 XM도 좋아하는 찬! 19岁到今年，第一次来到我的故乡武汉，这是我真的非常的温馨的感觉，然后大家对我们真的非常支持，我们也看得到很感动，谢谢你们。大家知不知道，我也是从 武汉被 casting 到公司去练习，是我外国的学生。我在武汉，开玩笑，没有。我们说完了吗？今天，然后其实我们特别荣幸能够参加到IEF 的这个活动，然后这也是我们做的 XOM 第一次一起来到武汉，然后呢，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欢迎我们，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，然后。 谢谢今天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，然后特别要感谢的是一直为我们应援、一直陪着我们的各位朋友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也祝大家欢乐！也祝大家欢乐！我们超级幸运的哟， 처음에도 불구하고 이렇게 뜻깊은 자리에 저희 SM도 함께할 수 있어서 정말 영광이고요. 마무시가 좋게 보내세요. 好的，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带来我们的主打歌《妈妈》，希望你们喜欢的，谢谢，希望你们会有愉快的夜晚，谢谢。